Hello， 大家好，师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超级惊悚、超级刺激、超级烧脑的韩国惊悚电影《强花红莲》。强花和红莲是一对姐妹，爸爸刚把他们接出疗养院，回到旧宅居住。姐姐强花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红莲依然像小孩子般稚嫩，神态间满是单纯。强花见今天阳光明媚，便拉着妹妹去码头晒太阳。他们刚坐到栈桥上不久，就被爸爸叫了回去。继母装作热情地上前迎接，嘴中的话却越说越刻薄，阴阳怪气地称赞他们气色好多了。红莲看向他的眼神带着点恐惧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姐妹俩握紧牵着的手转身上楼了。强花回到久违的卧室，打开柜子，本想把笔记本放进去，没想到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本子。她下意识打开衣柜，只见里面摆满了完全一样的裙子。女孩盯着柜子愣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继母把丈夫的内衣送进卧室，见姐妹俩早已为爸爸准备好，气得直接把衣服扔进了垃圾桶。晚饭时，爸爸吃完饭先行离开，继母趁机提醒强花不要多操心，给丈夫准备内衣是她的工作。强花反问女人，整理房间是自己的工作，她为什么要碰自己的东西？这时爸爸给继母送来两粒药，沉默地给她倒好水又离开了。强花和继母不欢而散，在女人犀利眼神的注视下，莲花也跟着姐姐上楼了。强花叮嘱妹妹，如果以后继母再欺负人，一定要告诉自己。莲花乖乖地点点头，两人都各自回卧室休息了。另一边的继母梳洗完毕，坐在梳妆台前等待着，听到丈夫走来的声音后，她赶快跑到床上，若无其事地拿起一本书。可午夜时，男人不知为何离开妻子，独自去楼下睡觉了。与此同时，红莲被走廊里的脚步声吵醒，有人慢慢打开她的房门，一只手伸进来，把女孩吓得缩进被子里，一动都不敢动。那个人走进来，拽开被子，门砰的一声关上。红莲赶紧起身查看，房间里什么都没有。她抱着枕头来到对面的卧室，轻轻钻进姐姐的被子里。乔花以为妹妹只是做噩梦，哄她再次睡着后，独自下楼喝水。她轻轻给沙发上的爸爸盖好被子，后面传来继母的声音。女人正站在门口，问她为什么想吵醒爸爸。乔花不同于乖巧的妹妹，他在继母面前丝毫不退让，两个人对峙了几句，强花不再理睬女人，走进厨房拿水喝。冰箱里传出一股腐臭味，强花拿出一个诡异的包裹，被里面的死鱼吓得发出尖叫。继母正盯着花瓶的电视发呆，对此并没有理会。第二天清晨，强花被一阵噩梦惊醒，她环顾一下四周，发现一个女人正慢慢爬向门口。女孩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女人突然站起身盯着她。强花缩在墙角无处可退，女人站上床角死死看着她，下体伸出了一只手。女孩猛然惊醒，原来刚才只是一场梦。她拉开窗帘伸了个懒腰，发现手上还沾着血，低头看床单时才发现是妹妹来了初潮。强花轻手轻脚地去继母房间拿卫生巾，女人醒来看见她手里的东西，轻笑一声说他们怎么是同一天呢。巧合的是，强花也发现自己也流血了。回到卧室后，她把床单拿下来洗了洗，晾好后，姐妹俩一起趴在栏杆上发呆。爸爸突然走过来，问强花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强花没有回答，反而是提起扔掉妹妹衣柜的事。爸爸对这事有些敏感，让她不要再提，就转身离开了。强花独自去树林里散步，偶然间从储藏室翻出妈妈的旧物，她把箱子带回家，从里面翻出了很多旧照片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继母加入了一家人的合影，强花看着她的身影恨得牙痒痒。这时红莲走了过来，她拿走妈妈的照片，嘴里念着一句不明所以的话，说这是召唤妈妈的咒语。就在她拿照片时，强花发现妹妹胳膊上有很多伤痕，很明显是继母做的。她找到继母质问她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，女人却丝毫不慌张。两个人发生争执，继母咄咄逼人地刺激强花，说女孩这样一定是病还没好。强花一怒之下打翻了桌子上的水壶。爸爸本来在浴室洗漱，听到声音赶紧跑出来查看，只见女孩蹲在角落哭泣。爸爸本想拉她起来，强花却对爸爸很抗拒，她心中充满怨恨，为什么那个女人明目张胆地欺负妹妹，爸爸却视而不见。两人之间似乎有着许多解不开的结。这时电话响起，是继母的弟弟打来的，今晚他要带着妻子来家中探访。晚上这对小夫妻刚进门，继母就热情地上前迎接。吃晚饭时，继母兴奋地讲述着童年趣事，其他人的脸色都不太好。弟弟沉着脸告诉姐姐，自己并不记得有这些事。
气氛正尴尬的时候，丽妹突然犯病倒在地上，两个男人按住她，好不容易为了要安静下来，站在一边的继母突然尖叫起来，聚会的氛围不太美妙，小夫妻便很快起身告辞。妻子的脸色还是很难看，她轻声对丈夫说，刚刚发病的时候看到厨房的柜子下面有个女孩，此时的继母正独自坐在餐厅发呆，柜子门自己打开了，她屏住呼吸上前查看柜子下方时，餐桌上出现一个身穿绿裙子的女孩，继母面前凭空出现了一只发夹，她伸手去拿时，柜子下面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女人跌在地上仓皇逃跑，一转身被绿裙子女孩挡住了去路。镜头一转，爸爸照常给继母拿了两粒药，女人问她能不能留下来睡觉。自从孩子们搬回来后，房子里就怪事连连，男人不懂她在说什么蠢话，但是为了安慰妻子，他准备去房子里巡查一圈。女人紧张地在屋子里踱步，爸爸走到阳台发现笼子里的鸟不知被谁杀死了。继母看见疯了似的闯进红莲的卧室，发现女孩把照片撕开，用笔把她的脸都涂黑了。继母愤怒地叫起熟睡中的红莲，发现被子里还有只死鸟，她一把将红莲拖下床，不顾女孩的挣扎，把她塞进衣柜，坚持要听到她道歉才开门。红莲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，继母给她打开门，看见女孩还在哭，又狠心地把门锁上了。两人安静下来时，强华跑了进来，打开柜门时，红莲正无助地缩在角落，他抱过妹妹轻声安抚。爸爸把小鸟埋在花园，回头看向房子时，发现窗边闪过一个影子，他来到红莲的房间，见爸爸走进来，红莲害怕地起身站在墙角。爸爸盯着强华问他，为什么回家以后一直对自己阴阳怪气。强华激动地反问爸爸，难道他不知道继母一直在欺负妹妹吗？男人一脸疑惑，女孩扯着一旁的妹妹，让她告诉爸爸继母都对她做了什么。然而红莲只是一言不发地低着头，谁知爸爸突然大吼着，红莲已经死了，现在只剩她一个人了。两个女孩听到这句话都愣住了，强化不可置信地看向妹妹，红莲尖叫着退到墙角，无法接受这一切。房子外面阴风阵阵，爸爸不知在和谁打电话，让对方明天就赶来，自己应付不了现在的情况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继母拖着一个被鲜血浸湿的麻袋停下来后，又去拿了根棍子，重重地冲袋子打了几下。强花从梦中惊醒，她来到妹妹房间敲门，却没人回应。强花匆忙跑到楼下寻找，可到处都没有妹妹的身影。她顺着地上长长的血迹找到袋子，可那袋子被系得太紧。强花跑进厨房寻找剪刀，脑中闪过几个零碎的片段。回到走廊时，放着妹妹的袋子已经被拖走。强花跟着血迹走到衣柜前，见妹妹还有动静，便慌乱地试着解开绳子。此时继母拿着一壶开水走进来，强花回头看到对方阴狠的表情，吓得缩到门后。女人抬手就要泼水，强花一把打翻水壶，趁对方倒在一边，拿起剪刀戳进了她的手上。继母再次扑上来，强花逃跑时不小心磕到头晕了过去。她醒来时已经被继母挪到楼下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眼前的血迹突然消失。女人拖着重重的石膏像靠近，站在强花的眼前说道，记得我曾说过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吗？说完便费力举起石膏打算杀掉女孩。这时爸爸突然回到家中，只看见强花躺在地上，身边是碎掉的石膏，他赶紧把女儿抱到沙发上，发现女儿正在流血，他起身去拿药，回到沙发边时，坐在上面的却变成了面色苍白的继母。男人拜托他不要再这样，还说吃了药就会好多了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女人，处理完伤口便走出了房间。不一会儿继母走了进来，而沙发上的人已经变成强花。看到眼前的女人，强花才回忆起所有的一切，红莲早就已经去世，继母也没有住在这里，一直以来都只有强花和爸爸两个人。杀死小鸟的是他，半夜在父亲卧室卖弄风情的也是他，所有事都是强花精神分裂出的场景。真正的继母并没有强化想象中那么凶悍。很快夫妻二人把强化送回到精神病院，女孩呆滞地坐在病床上，继母向继女道别后正要离开，强化用力拉着她的手不放，女人使劲挣脱后逃似的离开了这里。镜头回到事发那天，姐妹俩在院子里荡秋千，爸爸开车带女人回来，二楼的妈妈听见他们的动静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吃饭时强化率先扔下筷子离开餐厅，妹妹回到卧室哭泣，妈妈走过来摸摸女孩的头，红莲伏在妈妈身上睡着了，迷迷糊糊的醒来时看见衣柜的门没有关好，她走过去检查，才发现妈妈已经上吊自杀了。
女孩惊慌地扯着妈妈的身体，想要把她救下来，衣柜顺势倒下来压在女孩身上。继母听到声响走进房间，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，她惊慌地出去叫人，途中犹豫了一下，又转身准备回去救人，刚好遇到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强化。女孩率先开口嘲讽她，说完话就要下楼，继母拉住她的胳膊恶狠狠地说，你可能会后悔这一刻。那时强化还不懂她的意思，甩开她直接走出了家门。女人被她激怒没去救妹妹，强化察觉到什么似的回头看了看，继母正站在阳台上，此时红莲被压在妈妈和衣柜下面，逐渐失去呼吸。时间回到现实中，爸爸和继母离开精神病院，回到家中后，继母独自坐在餐厅伤神，楼上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她小心翼翼地上去查看，脚下的地板渗出一滩鲜血，楼上的房间极冷，女人刚走进去，房门砰地自动关上，衣柜门缓缓打开，被子间露出一根绳子，继母下意识扯了一下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突然爬了出来，吓得她跌坐在地上。故事的结局，镜头渐渐远离这栋充满怨气的房子，继母凄厉的尖叫在黑夜中久久不息。强化分裂出继母的角色，惩罚自己，自导自演了所有事件。他放不下妹妹的死，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过任性，他的余生将在这样的悔恨中度过。就像他想象中的继母说过的那样，最可怕的是，就是你拼命想忘掉某件事，把它完全从记忆中抹掉，可是你做不到，那件事挥之不去，像一个鬼魂一样如影随形，生与死，爱与恨的纠缠，或许将是强化一辈子也逃不开的梦魇。但是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爸爸这个渣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师姐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